今天吃的是一个甜的糯米合计，这边是糕团米糕，然后这边是糍饭糕，这两个我以为是糯米，买回来发现好像不是，反正都是甜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八宝饭，红糖。我先来吃，我想先吃这个。第一次吃这一类的东西，感觉味道还不错。这个里面你是有一点咸的，我以为是甜的呢。这个好吃。虽然这个不是糯米，但是挺好吃的，里面豆沙馅儿还挺多的。
果然这种东西好吃。太有嚼劲儿。
个好像是叫糯米贴，他说是他小的时候吃，经常吃的，然后现在很少卖了。他知道我喜欢吃糯米，然后就看到这个就买了。这个是咸的，我蘸点糖试试。哎，好吃。下面是煎过的。